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介绍一款非常时尚又好看的双肩背包。那么我们的背包呢，它采用的是优质的面料，中间也有一个特别好看精致的一个吊坠作为一个装饰。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整体外观，左右两边有两个侧袋，我们可以放水和雨伞。那么背后呢也有一个侧袋，我们可以放手机、钥匙、一些贵重小物件。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背包前面的小袋口，我们可以放下 iPad mini， 然后也可以放一些化妆品、一些学生物品。那么现在我们来再看一下它的主袋容量，主袋容量呢前面有两个小袋口，然后中间呢我们可以放钱包、雨伞，还有 A4 大小的杂志。那么背面呢也有一个暗侧拉链袋，我们可以放下手机、